题为什么没有写呀、啊？这不是说一说下面的时间吗？没让写呀。啊？对。来，你看这个冰天雪地，还能组哪个词？冰城雪地。一万二三里开始。一万二三里，燕中第五家，楼宅又鸡座，大酒鸡鸡湾。嗯。来跟我说说这个字念什么呀？来。细细腰小熊，嫩鸟鸟。小鸟，这是你写的鸟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不会写鸟，换个鸟。还可以，一个人。牛的公，公牛的公是哪个公啊？是这个公啊，工作的牛。什么工作的牛啊？来，你给我说说，这为什么是三乘六？这明明是四个扣子呀。你看，这是扣子一个、两个。袖子上。嗯。我忘也不能忘，我爱也不能爱。这种感觉只有我自己才明白。宝贝，那个二和三怎么？你看你怎么躺着写呀？为什么躺着？因为他想睡觉。那这个五呢？那这个五这个勾怎么出去了？下去这么长呀？他想出去玩呢。想出去。读一遍，小白兔。小白兔，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。西瓜、鸭梨、菠萝、鸭子，谁站错了队伍？西瓜。为什么？因为鸭梨、菠萝、鸭子都是黄色的，西瓜是绿色的。嗯。